inside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late September, villagers gathered at the nearby government office to protest what they claim is egregious misrule and corrupt land deals by local officials. Instead of listening to their complaints, the government responded with force and the situation soon spiraled out of control. Police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fled, leaving the villagers in charge. Riot police and paramilitary troops have attacked the village and been beaten back twice since then, but the government managed to abduct and detain five of the villagers appointed as representative leaders. Every day for the last week, the villagers have gathered in the central square for a mass rally like this one. They're emphasizing their suppor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they're also demanding a crackdown on corruption and justice for Shui Jingbo, the village leader who died in police custody last week. The government says 42-year-old Mr. Shui died of a heart attack, but his relatives and many villagers believe he was tortured to death. The entire village held a memorial service for Mr. Shui on Friday.这么晚你们都还等在这里啊？嗯，在广丰。嗯，是啊，是啊。这么晚。往是。哪里哪里了？我是广州的。广州。广州说白话的。广州。每天晚上都在这里守着。是啊。这是村口是吧？是。这是进村的路是吧？嗯。进村的路。进村口。他要来。这是我们往这里进。哦，从这里进去。对。现在村里头还有多少人呢？在这里？现在村里面了，是不是？哎。我们差不多有8000个。8000多人。是。都在坚持。啊？都在都是想法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广州我们都是要讨一个土地回来。那现在都不能做工了。不能，粮海都不能出去。海港是封了是吧？警察封了。是。
要封路啊，封了，三村全部都封掉了。全部都封掉了，那村里生活怎么办呢？村说这生活怎么样？饿死的。嗯。下来了。我们守这个村头呢，就是为了自卫嘛。那警察老是进来抓人。怎么办呢？这样下去啊？这样下去怎么办呢？现在就要求，就请求中央政府来救救我们了。来帮我们解决了，我们都是一百只百十有道理了，他不讲道理，用那个黑手来抓假警察，太多了。哦，就是这样。哦，我们有道理，他没道理，他就要抓我们的。上升到攻击我们国家、攻击我们政党的这么一种借口、把柄、炮弹，这个就跟我们的良好的初衷、事与愿违了。啊。How many foreign leaders here? About 50. 50? Yeah. I don't know because people come and go all the time. A lot of Hong Kong media and other US, of course, UK, France, Germany, Wales. Yeah, a lot.Hong Kong media is the biggest. 你怎么会想到到这儿来呢？这个我前不久我刚刚去香港抗议啊，抗议凤凰卫视啊，你不知道吗？我是那个新浪的地球奥奈攻略专家。我刚刚到这个香港的凤凰卫视那个电视台的门口去抗议，声援这个陈光诚和这个武汉的这个薛先生，然后呢，抗议完了以后就直接就过来了。你怎么进村的？哇，悄悄的进村了吧，找当地的这个村民帮忙就进来了。那你怎么能够找到当地的村民呢？这个路在嘴边，对吧？啊，我们就去，我都想了很多方法嘛。实际上，我昨天下午就到了。到了的话呢，我就看这个情况，以后我就没有住旅店，我就去找到这个，问了一个当地的人家，我就去住，我给他那个住宿费，那晚上我就去找那有没有黑摩的拿过来，就说就来不了了，都封掉了。然后呢，我昨天晚上最早发了一条消息嘛，就说这个在查这个酒店，你们要小心。那刚才那个香港来，就是香港的几家媒体都证实了，昨天晚上查他们酒店了。那我刚刚又得到消息，又说今天要查小旅店。你们没住就是最好了，千万别去住啊。还升级为警民冲突，警察去维护秩序。警察他干嘛要去打村民？没听说警察主动打村民。我也主动打了，我也被经常被警察主动打，为什么打记者？围堵从开始，开始的时间围堵的人很长，都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妨碍公务罪，这是最直接的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出现这种情况，政府没办法，对不起，只能抓人。因为法纪是不讲究原因的，你什么原因去宰人的东西违法了，那就得抓人。最后是这个怎么判的问题。第二个，造谣，哎，这个罪可大。造谣。22号那天会有那么激烈的警民冲突。就是有人起因，百姓是真的，一点理由都没有吗？警察打死两个。起因为什么会这样起因啊？后来查明是子虚乌有，生安白造，纯粹造谣。
但是我是村民，我一看那个标语，那肯定肺都气炸了。要是我们都会打呀。打砸过，哪有那么？警察，你维持秩序，你维持秩序。能够制止一些乱乱纪律就行了，你打死人还打死的是小孩，那要是我我也不干。就是他人家那肯定乱子的哪里？我估计那警车就这么开始砸。这个呢，怎么看呢？造谣只是最坏，用心歹毒，被蒙蔽、被骗到，生气打警察，这动作是错误的，原因。是情有可原，这事情要分析的这么细，才能够把道理讲明白。第三个违法行为呢，就是煽动对抗政府，就哪怕他没有动手打人，没有动手砸车，这也是违法。你上诉就上诉，你上访就上访啊。上诉上诉。你去买那些仿制器械啊，买那些凶器，在那里准备干什么？拿着钢管去对付武警，有这样来组织上访活动的吗？这不害人吗？这个事情发生了，怎么办？政府，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都必须抓人，伸张正义，以正干净。不管我心里面多么不容易，哎呀，这是一个群体事件。开始他们的愿望是好的，这是有人造谣、煽动，但是我还必须得抓人。我要是再不抓人，第二场的打砸行为就会来。第三场也会来，第四场就会来，就会有更多的人犯罪违法，最后不得不抓更多的人。村民的想只要就是能求中央政府早点帮我们解决，这样只有这个盼望，因为市政还有上委市这几级政府，我们村民都对他都不信任，因为他从921到现到11月已经两个月了来处理我们的事。他之前说，每七天给我们村民公布一下我们村里面的那个财务啊，那个什么之类的，从来他说七天公布一次，从来都没有公布过，这样还，他说那个市里面搞了组织一个怎么处理小组嘛，对我们武冈村进行处理的一个小组，处理小组他每一个查就查我们自己武冈村里面村委会的一些财务啊账务之类哈。本来已经是法律文书合同法都已经规定不能动，动了要赔，那赔就赔了，政府来赔了。当然两毛多呀，三分一样。赔了，赔了，赔我们就怎么办呢？有余地，过去呢是陆丰市委市政府一家在办，因为正义局没这个权利，只有县级政府才有这个权利。现在既然大家还不过瘾，我提高一级，上委市委市政府来办。甚至你再不过瘾，我请省里面派工作组来督办我。不让我怠慢，不让我乱来，不让我不公正，这总可以了吧？这个诚意已经到了极点。对，讲给他。我说的空间已经是到了这种仁至义尽的地步。书记的讲话你是不是都听了？我听了一半，但是我觉得他的讲话太假了，我们不相信他，而且他没有诚意解决这件事，而且三个月到现在还没有我们的诉求也去上访，都拿上去诉求信好多处了，那邱进雄市长来接我们的诉求信从来没有帮我们，连一点小事都没有帮我们解决。他说话你知道吗？说我们海外高洁，说我的孩子是海外高洁，说我的孩子
是带头怎么样砸这个警车，我还准没回来，砸警车哪里砸？他说的，他怎么样说的好？他关吗？两个口吗？我们明没有口，怎么样说这管他怎么样说？总之有一天，共产党真正的伟大共产党和真正的党中央主席，好好的身体，爱人民的领导就会我给我们新疆，还一个公道，搞一个清白给我们乌克兰人民。为什么呢？南方日报不是我，你现在采访我，这是我真正说的话，你怎么样说的好去汇报我怎样说的好，我不怕。但是你们没有对人民负责，现在我骂你们，说你们，你们的南方记者没有对人民负责，只对黑官负责，欺骗人民。为什么呢？我说给你听，你有录没有？我有。有，我说给你听，我们乌克兰怎么样惨？9月21号，就是聪明你忍不住起来了。他在开工了，我们去看。好，现在你这个地方谁卖给你的？你要说，我们现在不动你，叫你老板现在要停工。你们市政府有没有卖我们乌克兰这块地？他说没有。真的吗？真的。后来呢？他说，你问你的管区书记，问你的这个大队的书记嘛，干部村干部嘛，我们就回来了。回来问村干部，村干部说没有卖。他说也没有，没有是我们的土地，人家为什么在开工啊？我们反过去打，好打吗？没有通过老百姓，官也不知道。路是不知道，我们的书记也不知道，你们在开工，在把我们的土地来建设，我们要打不要打？打民打一些，全部不能建设，全部停工是这样。后来说你们这个村民代表委员会是个非法组织，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听我说，我们21号。去打砸了这个碧桂园，也没什么打砸，一两部这个12匹的这个发动机、柴油机，其他没有，他又没有什么，就是在看的东西，我们没打砸他，他的推土机，我们也没有打砸他。22号，我们就来问这个村干部，村干部跑了，没事了，他跑了，跑我们找人找不着。这个大队是我们村里建的，我们农民的素质也不是那么样高，不是当官的，后来就一气就把那个村里的玻璃啊就砸了一点，村委会的玻璃，哎，村委会的玻璃，这是我们家内的事吧。后来怎样一说，操他妈，民警几千人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不知道。后来人家就走到就往东回去吃饭了，这往西走的呢就碰到警察了，他打了我们的学生，打我们的孩子，打我们的老人。你看我们生气吗？要关他的警车吗？要给他拼到底吗？
得住。你说就行。搿点负责去跟恁村，啊，恁村民们参详，啊叫你做，啊叫你做，就是第几件事，第三件事，只讲金鳌，这个爱叫你规划，搿只话，搿诶按照卡数，啊，比如讲恁村民，啊叫你哦派代表合商家数，好不好？就大概讲这三件事。陆红市东海镇就要我们村里选代表，选各姓各派的代表。我们乌坎里面有47姓，要我们选代表。我们选来选去选100多个人，后来整来整去整12个代表。家乡在你不吃吗？就等把你顶在我五郎月来讲，我们参加国金的妇女代表会，大多合作没来，你代表我，大家人大多有好力量。如果没有你市，没有你镇，叫我们选代表，我没有选吗？没有，我们从来没有代表的，只有这个血签，执政到现在41年，看一个。邱市长，王出来接我们的诉求信，张亮，大家给合掌，合掌，合掌。乌坎村群众反右的问题是高度重视的，前期也与我们的村民代表进行了多场的协商、探讨、对话，也请呢我们这个乌坎村的各位代表维持好秩序，保护好群众的安全，维护稳定和谐的局面。谢谢大家。好，回家。回家，回家。好，好，谢谢，谢谢，好不好？好，是吗？就这样啊。好的。再约定时间。大家证明，即将要接到那个收球。哎。啊，陆江哥，选这10个代表，还是你正博士发工书的？一人一个月1000，2个月1个人发2000，你为什么要抓代表去打死？这个我也莫名其妙。说像这样负责任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我能这么看？哈哈哈！好坏都颠倒了，这跟谁演？他们负什么责任呢？啥事干不了，干不动你们打成一团，社会主义大乱，他们就高兴。有事找政府，不请外人说短暂。我给大家再念这几句话。郑书记的讲话条理非常清晰，思路非常明确，非常明确，充分体现了。充分思维市政府执政文明的中心理念，而且郑书记呢很语重心长，谁敢用心讲这里话的讲话，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为了东莞，为了东莞这个好，可以说是费尽了一番苦心。哎，我们要充分领会好郑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也按照郑书记的讲话，按照郑书记的要求，好好落实好各项工作，特别是后面提出了6点怎么办，所以这个是非常通俗易懂，又非常有针对性，也非常好投入性，所以我们要认真的一条一条加以梳理，加以落实。
共同来推进武汉事件的化解的工作。在这里呢，我提出武汉的结合正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出三点。第一呢，是要按照正书记的讲话精神，好好加以学习、体会、消化，在这个基础上呢，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清武汉事件的事实，进一步的理解市委市政府对解决武汉事件的诚意和态度，以市委市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共同做好武汉事件的组织工作。咱们的头条给你啊。对，烂煤气，烂煤台，烂烂外公，还有，还有没有？没有了，这是陈波。尊敬的邓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请进屋。没，我自己拷贝一下。